要那么早来，反正你不要太辛苦，反正你来看一下这些班，我其实我们都可以商量的，然后呢，主要的呢，我这里的学生呢程度比较好，最主要的是跟那些法国人练口语，就是跟你讲中文，当然用法语介绍啊什么的都没问题的啊，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很刻板的，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这样的，你要么什么时候来听一下课什么的，你看吧。你看你方便，等你休息好了或者怎么样，你看你方便。我这几天其实就有空了耶，还是我真的无所谓的。你如果忙的话，或者是没有休息好的话，你可以再休息一下，我们再过几天也没关系。Donc là, il me met ma position. Donc toi, tu veux aller où demain? C'est où l'adresse? Ton adresse, c'est quoi? C'est pour que tu montres, que tu vois comment tu peux faire.刚到巴黎的第一个星期，我暂时住在法国非常好的朋友家，他们一家就像我在法国的家人一样。来台湾的时候，他们也会来我们家，所以两家的关系都很不错。现在选一下早餐要吃什么。因为大家都去上班上课了，所以我自己就弄些吃的，然后等等要去学校观察一下上课状况。巧克力啊，我被分配到的两间学校叫 Louis Le Con 跟 Origap， 今天两间学校都要去旁听一下，两所学校都在五区的先贤祠附近，离我住的地方路程大概是50分钟。路易大帝是法国最好的高中之一，很多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都是校友，学生的素质也很高。我总共教4个班，其中2个班大多是华人的后代，虽然中文流利的还是占少数，大家也不太会写国字，不过上课基本上不用太多法文去解释，学生就能够听得懂。C'est bien que toi que t'es petit. Louis Le Con 的课结束之后，接着要到 Henri Gatt 去听课。Henri Gatt 跟 Louis Le Con 是两所并列法国最好的高中，一样也是有很多历史课本会出现的校友。Henri Gatt 同时有学区制的国中部，还有考试录取的高中部。我目前被分到的班是2个高中部和3个国中部。刚到法国有非常多的行政手续要办，而且每个都非常耗时，需要很有耐心的像闯关一样到处跑很多地方申请不同的资料，到最后真的会心力交瘁。教室太少，所以中间建了这个丑丑的，因为现在施工嘛。校长的花园，所以呢校长的家，所以所有的校长都是有家提供住宅的。这边是那个初中，哦，这边就是初中了。初中课是可以不动了。去一下初中的那个啊，他们的图书馆，高中、初中所有的学校都叫 CDE。Je cherche un manuel pour l'assistance. D'accord, très bien. Je vais chercher ça là-haut.那我今天就先在后面坐着。接下来我进去。
现在要去面交我的二手吹风机，因为刚到法国，要买的生活用品真的很多，全部买新的又会花很多的钱，所以我尝试使用当地的二手交易平台面交一些生活用品。我比较推荐使用的是 Le Bon Coin， 还有 Facebook 微信的二手社团，除了环保外，也可以省下不少钱。群组资讯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哦。上午5块，我超幸运的。其实我本来想买新的，可是因为看到这只是玫瑰金的，所以我就买了。因为我的工时真的不长，很担心自己在巴黎太无聊，也不像其他大学生能够借着上学认识很多人，所以我就去报了市政厅的成人教育法文课。除了交朋友之外，也可以提醒自己不要玩得太开心就忘记学法文。我真的觉得市政厅的法文课 CP 值非常高，只要有工作身份就能报名，一期大约是4个月，我每个礼拜有2堂课，每次上课2个小时，这样子只要160欧，能够学法文又能认识不同国家的人，真的很棒。课程正式开始前，我们要先做一个分级测验，测验的内容只有写作，题型就是跟 Delf Delf 的写作一样，不会太难。结束了忙碌的一整天后，我们就会一起在吃完晚餐后在家里看个电视放松一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可以帮我按下喜欢，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Merci beaucoup。